西装打扮不是少年人的权利，因为老时代其实也当来装水水。要来看就是民雄老大人动动扮的长辈，伫咧最近伫咧接到大家的邀请，为着要好这一点族亲的王美表现会当更加出色。民雄卫生所特别邀请到形象顾问来为因的造型提供着建议，同时来为因上这美姿美仪的课程，希望就这点社区的素人打造成这是冻龄银发宝贝来登现。属于因这个年纪的魅力。这个民雄卫生所会以后另完成各种活动，除了替民雄老师大动动班推健健活动以外，更透过网媒走的翕相，将老师大动动班宣传到各地。你即个更接到航空站的代言邀请，民雄卫生所也特别请来形象顾问周云珍老师替这群老师大上课，并透过课程，让这群老师大找到适合家己的衫以及配件，来达到这次代言宣传的效果。老大人吼，在群组里面有在公布他们要今天要准备什么东西，那其中就有人就把他，因为我们想说要走复古，他就把他以前的衣服啊全部都找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个老大人，他把他的帽子听说还缝了 一朵很漂亮的花，他就很开心，然后每一次就会把他最漂亮的衣服穿过来。那我们在做形象管理的时候呢，是要从色彩，我们可以先从色彩的部分呢去做一些调整。像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呢，就有教各位同学做一些色彩上的调整，怎么穿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以前的衣服还是可以拿出来哈，我们玩一下花样，可能稍微打个蝴蝶结，然后呢，或是我们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样，那这个味道呢，也会跟我们以往有所的不同。民雄卫生所表示，接下航空站的代言邀请之后，这群老师大非常欢喜，也准备将一年来的学习成果展现在民众眼前，也希望借由代言活动，将四五十位学员为社区素人带入网美世界，透过学习时尚、少年人的生活，将这群老师大带往更加快乐的美丽新世界。新闻调频民雄乡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